大家好，我是四水年华。明天是初一，今天下午呢一直在炸，现在已经3点钟了，没停啊，已经炸了有2个多小时了，但是还没有炸完，才炸了一半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淀粉，挺多的啊。红薯淀粉和小酥肉淀粉，这个水够了。好。都弄好了，这是牛肉，这是小酥肉，这是素丸子，是吧？都是炸的啊。弄了多久？从早上弄了，举不起来。淀粉好了啊。我咋弄过去？放进去嘛，你反正用手扒的。哎呦，扒不。来来，我给你端着啊。不是端不进，端不进。多少？一半。好，一半了。好。抓吧。这放酥肉里啊？其他地方还用不用了？好。可以啊，这一弄就像回事了。肉多，淀粉少，人家炸的是淀粉多肉少。当初我们买这牛肉的时候，他那个丸子是50块钱一斤啊，我说50块钱还真划算，但是吃了一下确实是肉少，是不是圆圆？嗯。现在开始炸，已经全部准备好了，边炸边吃。来，先下一个，这个丸子也下了，然后先下下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尝一下味道，就是咸了还是甜了。好的。我一般都是放盐放的比较少，先尝了味道。我来尝。淡了可以加盐嘛，咸了就没办法了。嗯。看过它啊。我也要。嗯。太香了。咸不咸，淡不淡？我感觉刚刚好啊。来，明明来尝尝，尝尝怎么样？不要我的，拜拜，你尝尝。第一是挤丸子，不会挤，大大小小。这我们在外边炸就是好啊，非常的好。火大点。四周都可以围人。这两个大盆就等着出锅啊。看看这俩小孩，都是盯着锅看，跟不上吃。明明啊，你手上的丸子呢？吃了是不是？一咽口水，然后就没吃上丸子，不服气呢。好不好吃，佳佳？好吃。明明好不好吃啊？人家从头到尾现在才吃了一个，佳佳已经吃了3个了，就因为他是穿那个棉袄。所以说人家不吃，明明吃上就不够，吃了。我的牛肉也没有气了，看看。哇，这牛肉可以啊！看看啊，哎，烂了，烂了，烂了。炸刚刚好，肉好得很，尝一口，刚刚好，这吃面凉拌特别好吃，太香了。最后一锅牛肉丸子，这孩子们也吃饱了，都出去玩了。这一锅是小酥肉，马上开炸，一根根的下啊。媳妇儿说饭店的就一根一根的，我说随便下，多点就多点，但是他不愿意。炸一下。酥肉也没吃多少，这最后一锅酥肉，炸完酥肉呢，还要炸这个素菜丸子。萝卜馅儿的，还要炸豆腐。对，完了还要炸豆腐，还有素鸡。对，还有素鸡。累不累，圆圆？还可以。
现在正在炸豆腐，金黄金黄的。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，我爸在这里装东西啊，你看馒头、这个蛋糕啊什么的，还有纸，我们去上上坟。大家提着东西都是去上坟啊，纪念。不是野菜，别的菜。走，佳佳，拎着袋子，我拎着吧。早上的时候，我爸呀去给我的老姥爷，也就是我爸的爷爷去上坟。他们那个坟呢在沟里边，然后现在是我的爷爷奶奶啊。我对我老姥爷、老姥奶是没有印象的，应该还在我没有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。然后我爷爷奶奶，我印象还是非常深的啊。你像我跟圆圆结婚，我们回河南住了之后，每年冬天我爷爷都是在我们家过年啊，是不是？嗯。我爷爷已经去世3年整了，这3年也没有贴对子，像昨天也把对子贴好了，是吧？今年父母都在老家，所以说就在老家里过年了。我也是第一次回农村过年。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这地里啊种的是麦子，然后这边这个树是石榴树，突尼斯石榴、软子石榴啊，这石榴也是我们这边的特产。朋友们，像我这在外面已经跑了有3年了，说真的啊，在路上跑，这个坟啊是看见不少。说句心里话啊，就我们家这边的坟是最最最简单的啊，真的特别特别简单。你像外地的那些，尤其南方，就弄得特别特别好看，就特别隆重啊，有的还弄个院子什么的。等一下看看我们家的坟吧。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，这里的就是一个小土包，土包上面然后种一棵柳树。因为那个柳树嘛，时间长了柳树也会干掉，所以说在北方这里，只要你看见地头里啊有一棵柳树，那你想都不用想，下面曾经埋葬过一位人。是的，我媳妇儿解释的特别清楚啊，你看这都是地嘛，前面的柳树那就是坟地啊，包括这边都是，前面那个树也是。有些的坟头都已经平了，但是柳树还在。是的。然后有些的是因为柳树太大了，碍事了还是怎么了，然后就把它砍了，然后接着种庄稼。对，这个是别人家的啊，看连个碑都没有。这个我们家的也没有碑。对，这走着走着就到了啊，看连个碑都没有，更别说奶奶、爷爷，对，能不能合葬在这儿。对，大家都没有碑啊，并不是说我们家这片这样的。习俗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奶奶和爷爷的柳树看，就倒了是吧。都是撒，以撒为主。我们也不懂啊，就放三个吧，四个不是也不好吗？豆腐啊什么的。这样太浪费了。少说废话哈，浪费什么？这是一种怀念。浪费肉。这个不要。浪费馒头。没关系，这可以带回家吃。朋友们，弄完了我们就回去了啊，回去了。我们这边的房子每家每户都差不多，在外面看看不出区别。幸福之家，快点快点，我们回来了。这一下午啊炸完了一盘酥肉、豆腐和这个素鸡、牛肉丸子，还有豆腐，这下面是素丸子啊，
因为确实没有地方放了，太多太多了。好吃吗？又饿了？好吃啊，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啊，今天这个花椒放的挺多的，麻麻的，挺好吃。晚上就不拿回房子里了，冰箱也放不下，因为这里晚上挺冷的啊，早上起来都是冰。对，这个就不怕任何东西啊，一层又一层。好了。